就是这里了。啊，这么多年，五哥还是喜欢把钥匙放在花盆下面。你一直说的那个五哥到底是谁啊？之前我辍学了，来到这个小渔村，交了一群好朋友。那个五哥呢，就是其中一个。 但他是最神通广大的，也是对我最好的一个。那你说的这个五哥，他帅吗？那可真是太帅了！我每次只要想到五哥那个神采奕奕、大步流星那样子，我觉得每个小女孩的心都会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五哥，阿星。啊！ 你也注意注意形象，克制克制，丢人呢。哼，原来五哥是女生啊。看外形，哥确实是个女的。凌月。五哥。